过来，我站哪儿啊？啊，我现在以物业经理的身份郑重地问你一次，这个事儿是不是你干的？是，不是我。种种迹象表明，这件事就是你干的。是，不是我。你在这气我呢，是不是？你看你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屋没有外人啊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？是，不是我。到底是还是不是？真不是我。哎，田经理，你对我是了解的，对吧？哎，街坊邻居们，你们最了解我，是不是？我赵刚子会说瞎话吗？不能开玩笑啊，街坊邻居。再重新说一遍啊，我赵刚子会说瞎话吗？会。你们说的对。田经理。你干什么玩意儿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在这儿？哎，我俩啊，这个月你表现的可不错。嗯，这个月啊，有可能就成为优秀员工了，加油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可不行啊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照我们这个赵副经理，差的那个距离还是很远的嘛，是不是？他、啊，嗯，哼，没有，哎呀。哎，赵经理，哎，这咋的了？这是啊，怎么了？你不是咱田经理的贤内助吗？这咋的呀？失宠了？什么失宠了？哎，还臣妾做不到呢。哎，小过来这个啊，我知道心里不得劲儿，可以理解，是不是？毕竟刚才田经理都说了，哎呀，你看人小脸儿，这个月就有可能登上光荣榜了，是吧？赵副经理啊，别慌，因为你呀、啊，毕竟照我。只差了一件好事，是不是？看看这光荣榜。哎哎，这怎么笑着笑着，这还跑调了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怎么了？算错了，是我差一件好事啊！啊，不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又跑到我前面去了呢？啊，是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，看着没，看着没，看着整那个恍然大悟那个样子，你看着没？哎呀，往这儿看，往这儿看。哎呀，你真是心机赵，心机刚，心机子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心机赵刚子啊，你是啊？赵副经理啊，是吗？我有那么心机吗？你看着没，干什么又来了，又整那个恍然大悟那个样子，干什么又整又整。我跟你说，赵副经理啊，你把这个好事啊，你都做绝了，你都啊，你说你啊，是处心积虑的表现呢。哎呦我的妈呀，那家可厉害了，捡过钱，捐过款，给别人修过下水管，是吧？救过火，送过水。给老头捏过腿，你说你这么做，你对得起谁？我对得起谁？我对得起业主啊。那你对得起身为同事的我吗？怎么？你怎么了？我没事干了呗。你说你能不能，你放慢你做好人的脚步吧，是不是？啊？你想想，你这么优秀，让我情何以堪？你这么优秀，让我举步维艰；你这么优秀，让我怎么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？没事，你可以潜下水和王八嘴对嘴。嗯，哎、啊，